呀，指定是这小子。走，我回家。做饭。啊，吃个叉水。馅腊肉。馅是葱姜蒜。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指定是这小子。起锅烧油，留着葱姜蒜搞里头，大肉倒里，虾尾倒里，这个倒里，来点香辣酱，来点蚝油和酱油，倒入去挖两嘴，来点味素和鸡精，大概炖了25分钟。起锅了。林哥，你说那天海涛多飞，把你梯子拿走了。你说你也是，你上那顶干啥去？别提了，我不寻思瞅瞅你咋做好吃的吗？那你就大方从门进来瞅呗。我不怕你不让吗？呀，穿辣椒了，宇哥。嗯呐，今天上园子摘点辣椒穿上了。那这玩意行。晒干冬天喝点酸菜汤放里老香了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别笑，你这干啥来了？没啥事，我先上你这借个筐，给你拿去。哎呀妈呀，我好像跟你做的似的。我这不给你留了吗？我没留吃。